我的天哪，你见过这种黄金盲盒吗？据说它的隐藏款是真正的黄金，只有 0.1% 的银能挖到，太难得了。不是我说你们啊，平常看到这种视频能不能多多 at 我，这么多的黄金盲盒，要是我真的能挖到黄金，我就可以把这片区域推倒，这里盖一栋别墅，这一块建一个停车场，那一边一个很大的场地，我就准备给他盖一个儿童乐园，到时候点赞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我的别墅住哦。你哪里来的别墅啊？什么别墅啊？很快就有了，这个金块沉甸甸的，里面一定藏着黄金，让我拆开你看看。哇，好大一块耶，里面还有工具，重大的工程来咯，我挖挖挖，宝物肯定尘归底。哎哎哎，好像挖到了，挖到了！藏的也太深了吧，让我把你掰开。哇哇哇哇哇！嘿，真的是金币耶！你们看到了吗？真的给我发现了一枚金币，这回赚大发了！哇，我真的挖到一枚金币！怎么是假的？原来你的寻宝居然不叫我，这是我花200块钱买的。小气，我来给你挖一个呗。小高没有挖到黄金，那么他一定藏到这里了。我要加油，给我来一个黄金。你看到这个石头吗？可是金砖啊！开挖！哇，没想到可费劲了，好难挖耶！也太难挖了吧！你看，挖了这么久才一点点，哎，是不是有黄金？看错了，啥都没有。转转转，看我大力出击，掰你！咦，掰断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那黄金藏在哪里呀？这里面真的会有黄金吗？肯定有的，我再挖一个。喵姐居然什么都找不到，还是干我的吧！现在就来见证历史的时刻，黄金！我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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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，嘿，喂，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呢？商家不会骗我吧？我相信里面一定会有黄金的，只是比较小，看不见而已。挖，哎哎哎，有发现了，有发现了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好像有一个宝石，还是蓝蓝的，难道是蓝宝石？据说这是许愿石。对着他双击点赞，心愿就会实现。双击点赞吧！不是说好的黄金吗？怎么里面全都是石头？是你运气太背了吧？看我给你开一个真正的黄金！小高挖不到黄金，总挖到个金币跟宝石啊！我不会这么背吧？一定要争气哦！来来来，黄金，你要出来了！嘿，我可是挖金小能手耶，费多大的力都不怕。只要有黄金就好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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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，你们看一下，这回这么快。嗯，怎么感觉黑黑的？咱们继续干。哇，哎，来来来，跳动了。嘿，哇，这回好容易就出来了，拿去洗洗。怎么又是颗石头啊？我感觉它不值钱。哎，算了，里面根本不会有黄金的，最后一块就给你吧，我不挖了。希望这一块真的有黄金，小伙伴给我点个小心心，让我集齐欧气吧。你就是我们全村的希望了，赶紧拆开看一下吧。还是一块大金砖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使出吃奶的力！哎，黄金黄金，我来了。哎，好像发现东西嘞，你们看到吗？怎么又是黑黑的呢？我挖挖挖，嘿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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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是一颗红色的宝石，让我去洗洗看看。哇，晶莹剔透的，像彩虹一样，太漂亮了。哎，又被骗了。你们有试过在黄金盲盒里面真的挖到黄金吗？评论区艾特我。没有点赞的记得点个赞。还有豌豆，喵耶！